迎尖叫声欢迎我们的张栋梁。下一首歌有个小环节，大家手上不是都有拿到那个入门卡吗？我们想说今天正式营业第一场，所以我们做了一张纸卡，可以让大家带回去做一个纪念。对，都有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其中有一些人纸卡的后面背后是有一句歌词的，背后有写了一句说他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，有吗？应该是有两个人的，挥挥手，对面一个，两个，对不对？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吗？对，因为我们小环节就希望大家认识新朋友嘛。两位距离也蛮近的，我们要不要站在一起听这首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自己剩下的你们就自己打算了，有吗？现在有并肩而战吗？两个一起挥挥手，我看你们的距离。哦，好，那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呢， 我解释一下好了，这首歌叫失踪。那我第一次听它的时候我应该19岁，我觉得就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，但是有应该十几年过去，有一次随机在我的耳机播放这首歌，我突然间听懂这首歌的意思，然后就觉得啊，其实人有时候经历爱情会在一个蛮低潮的一个谷底，然后会经历一段很黑暗的时候，但是还是要怀抱希望，希望可以不要失踪这样，所以这首歌送给你们。他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，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，从这个安静的站到下一个热闹的站，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。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，放肆摇动着灵魂，贴着每个耳朵问，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。没有爱情发生，他只好撑着酒意释放青春，可以凝视每个眼神，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。推开关了的门，再封住两个脸上的泪痕，然后再走穿陌生的街头狂奔，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。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，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，从这个安静的城到下一个热闹的城，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。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，放肆摇动着灵魂，贴着每个耳朵问，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。没有爱情发生，他只有撑着酒意释放青春，可以凝视每个眼神，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。推开关了的门，再封住上的泪痕，然后再走出陌生的街头狂奔，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。谢谢。好，我要学何洁。好，收。然后那两个人
希望你们可以做朋友，好不好？就一个小惊喜送给你们。然后你们的票是独一无二，那两张是我自己手写的哦。送给你们。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爱情嘛，联谊嘛，单身派对嘛，就是希望大家到的时候可以有一些空间，可以去让他们，有机会可以有一些互动，所以才设计这些环节。不要紧张，太紧张，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。既然女生呢此刻有一点点害羞，我们给这个女生一点时间，好不好？那听什么歌呢？小伙子，你贵姓啊？姓李，姓李，李兄啊，我说你。你现在听什么歌不重要，主要是马什么梅，不是啊，就是对吧，他喜欢听什么歌，你觉着他喜欢听什么歌，好好想想。小李啊，那就因为你吧。什么？大点声。因为你。好，那这趴我安排啊，我处理一下，我处理一下。好，那我就帮你唱这首歌给他听。那这首歌其实挺浪漫的，叫只因为你，就像你今天来到现场就只是因为这个马小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唱这首歌。从青春露出微笑的精华，我知道我不会再孤单，看你为我绽放的脸庞放在心上，有了你我的世界更明亮。只因为你，我情不自禁闭上眼睛，心里想了想，还是你，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，呵护着你，幻想着紧握在我怀里。只因为你，我情不自禁这样为你，证明我不再爱自己。如果好了，那希望你们这个相亲可以非常顺利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帮我说两句，这个关系真的比较复杂一点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交给我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第一次见他的感觉是什么？挺好的。李哥好看不？好看。对，善良不？善良。喜欢不喜欢？喜欢，那就对了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想说，就是如果就是女生嘛，女生真的是很希望，就是说，想听到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话，你会给她什么？我只想要那个张栋梁的签名。没问题，马上签给你，来一瓶景甜，我马上签名，来小李还是进步了啊，还是进步了，还是进步了，还是进步了。我觉得今天非常特别，我们每个人签这一瓶，好吧？可以。大猩猩木棒。来，好，那希望我们在中间。好，那还是希望今天晚上玩得开心，然后祝福你们这一段缘分。好，祝福你们，祝福你们，谢谢你，祝福你，谢谢你今天来看我们17号音乐仓库啊，加油，好吧，谢谢。